那这样子，那是因为我跟你们站在雅哥，雅哥，你到我旁边，雅哥在哪里？他没有，我跟他拍照，刚刚我很白呢。才不是，不要这样。然后讲什么了？哦，对，他们就是有在注意我的那个 Facebook。然后我的老板，我们的老师就跟他的先生说：“老公，铁花村在哪里啊？”然后结果他老公就讲说：“等我台语很破哦。”他说：“蛋奶啦，我辛苦谁辛苦？”然后他就洗完澡出来，就拿了一包花生给我们的老师。然后我们老师讲说：“干嘛、啊？”然后我们老师的先生就讲说：“啊，你不是叫我买铁花生，铁花生。”铁花生，然后他就说：“不是啊，我是要问你说铁花村在哪里啦。”他就这样讲，你是要铁花生？铁花生，为什么要这样子考验我的台语？很好笑啊，我觉得还好啊，你看人家都没有笑。好的，居然刚刚都已经讲到台语了。其实我今天本来不打算唱这个呢，因为大家都听得懂台语吼。听不懂？听不懂的举手。不到五个而已吧。有呢，有跟我一样，我好兴奋啊。就是这首歌呢，它有收录在我的首张 EP， 我在去年的时候已经发行了我的首张 EP， 一样叫慕尼哦，哎，记得去看一下哦，哈。专辑名称？专辑名字叫蝴蝶吗？蝴蝶吗？叫蝴蝶 ，Butterfly， 蝴蝶。不要一直抓我的口语病，不要这样。然后呢，这首歌谁在 Repeat After Me？ 谁在 Repeat After Me？ 好，这首歌叫《月娘》，然后。当然不会是我写的，因为这样哎，到底是谁一直笑？就是这首歌是我身边这一位非常厉害的老师写的。然后他今天他今天有麦克风，但是我还不打算让他讲话。我想要让你们自己去猜我唱的是什么歌，这样。你刚才讲台语啊？台语啊，对啊，但是什么意思啊？哦、oh. ，对啊，什么意思啊？耳朵睁大哦，我等一下会考试，我刚刚唱了什么这样？哈，好哦，月娘。
么大声，我怕敢吓唬谁啊？听得懂我唱什么吗？左边有听到，什么有听懂？正面没有听懂。有听懂哈，我也觉得我的台语进步很多啊。他说好听，好，我也觉得很好听啊。我也觉得很好听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歌是你写的，很好听。歌是他写的，可以为他掌声吗？就算不为我。没有听过这么梦幻的台语歌。这个歌刚好就是很符合现在。你们大家刚才听到后面不是有那个他哈有没有他乱分那个？他就是一个英文曲叫《Autumn》秋夜。大家有听过爵士乐，有听过这个歌？然后他要讲月亮的故事，所以很应景，叫做中秋节。月亮的故事不是你失恋的故事吗？啊，对啊，就是、哦、不是失恋的故事。对，每秋天最容易失恋，你不知道吗？大家都想听这个，大家不想听月亮的故事，想听失恋的故事。月亮就是不要指他们，会割耳朵这样。没有啊，这就是一首对台语的情歌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讲完了。啊，对啊。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自己？那不用了。你从哪里来？帮、欸、他拍手。我从山的另外一边来的。哪里？高雄。怎么只有一个？呀、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不是主角，没有，就是弹吉他的这样子。对，那是他的唱片制作人这样子。啊，他说我只是弹吉他，但是是唱片制作人。哎、欸，这样很夸，很好笑哎。对，对比。要不然我要说什么？好啦，那你们也脸书找黄培宇好了。很不会，很不会。原来你有粉丝页哦！啊，我有粉丝页，没有没有粉丝页啦，我有自己的脸书这样子。到底要我说什么啊？其实不用讲啊。唱片制作人有自己的粉丝页是蛮厉害的、啊。我经营的范围很大。那你大概做谁的唱片？我经营的范围很大。例如怎么办？我就做妞妞的而已，没有做别人的啊。就做妞妞，你也拍手，就只有做我而已，优秀。好啦，没有啦。对，这个其实没有那么重要，但是要期待妞妞的新专辑，就是可能明年年中吧。那么小声，就是他都讲我要出专辑了呢。你们一定要回应他，否则你们会听不完。你们要回应他，很快就可以结束了。是如果没有回应他，敷衍一下的意思吗？你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喜欢互动的人，其实我一直很期待哪一天我能到这边，然后是无限。因为为什么要无线麦克风呢？我很喜欢往下冲，谁不理我，我硬要跟他在一起。等一下，直到他地上为止。啊？等一下看会不会地上来？有吗？他就会满场飞，然后你们就使劲呢，使劲呢。好的。啊，接下来这首歌，它是我在台北一个人在台北流浪的时候。写的不是失恋，就是想念我的家乡。因为我刚刚说了，我都是以。